跟你说，听奶奶话，奶奶，听奶奶话，到奶奶家，奶奶给你吃好吃的啊，奶奶给你做好吃的了。来了，不好了，洋洋被建华他们给抱走了。啊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是刚才。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吗？他什么都没有说就给抱走了。咱们现在赶紧去看看吧。妈，可是我这有工作，我怕走不开呀。去吧，孩子的事要紧。哎呀，那太谢谢了。好，谢谢婆婆。快去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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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！阿东木在干嘛？在摘花啊？洋洋，跟妈妈回家。哟，来，干嘛呀？干嘛？干嘛？哎，你们干嘛呢？阿姨，不带你这样的吧？啊，你把孩子带走，你跟我打声招呼，你说抢走就抢走了。白哥，你看你马上要结婚了，对吧？你就把孩子交回给我们吧，好吧？我结婚跟不结婚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结婚也可以带着洋洋啊。哎呀，那个，你看看，洋洋本来就是我们李家的血脉，你这时候就把孩子还给我们，好不好？求你了啊！妈妈，妈妈。洋洋是你们李家的血脉，我没不承认。但是你起码让建华跟我打声招呼，是不是？我带了洋洋这么长时间，你尊重一下我，是不是？不带你这样的说带走就带走的。我早就跟他说了，他脸皮薄，他不好意思跟你开口。他要是跟你打招呼，还至于有今天这种事儿吗？我不会出此下策，把孩子给偷回来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天就跟你较上劲了，不带你这样的，我就不信这个邪了。洋洋，我必须带走。洋洋，走了。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人家领班要回家，你在抢什么？放手！对吧？爱萍，妈，你要坐在哪边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让他把孩子带走，我跟你没完！啊！你把孩子给我放下！哎，妈，快走！你干啥？白哥，白哥，你就别抢了，你明天再把他抱回去行吗？不行，妈，你就别抢。野蛮的，你现在忽然间，阿姨，你放手，没有你们家这样的，这不是明抢吗？快放手！哎，你今天怎么变得这都成这样了？你不是讲道理的人吗？你啊，你别跟我妈抢了，求你了，快把孩子放走！全都不怪他的。我不是故意的，这事不能赖我呀！什么赖你不赖你的？怎么回事啊？白哥到底怎么了？是，他磕脑袋了。
啊！白哥可闹的了，破了！你们动手了？没有没有没有。我去个厕所，你们盯着点儿。哎呀，在哪儿呢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太平，我也上厕所。现在正在观察。那什么时候能醒啊？不知道。哦。哎，别急啊，没事没事。看样子，应该很快能醒。患者头磕在地上，直接造成颅内出血，并伴随严重的脑震荡。大部分颅内出血呢，我们通过手术已经排除，但是还是有一部分隐藏在比较深的地方，我们也无能为力。只能靠脑组织慢慢吸收。也就是说，他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慢慢醒过来。大夫，大概需要多长时间？不好说。乐观的话，也许一两年。一两年？如果不乐观呢？那他可能永远醒不过来了。这个治疗过程会产生一些费用，这个费用取决于他多久能够醒过来，估计不会少。哎，石英。好，谢谢啊，石英。石英。石英，你听我说，石英，建华，你能不能管管你的老婆啊？成天惹事儿，一天也不闲着。